大家好，我是姑姑，欢迎收看本期《同声一凡人》。我现在在上海教育节开幕派对的现场，站在我旁边的这位呢是上海教育节的组织者之一陈令，让他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次教育节的内容。Hi, my name is Charlie. Welcome to Shanghai Pride 2011. 欢迎大家来上海教育节2011年。首先我刚才想感谢一下，就是我们的场地提供方，谢谢他们给我们各类的支持，然后请大家给我们的场地 Terra 一点掌声好吗？谢谢。今天呢，除了我们和闪电两个以外，还有很多的志愿者，那我想在这里再次的感谢每一位志愿者，除了我们如果没有他们的话，我们真的没有今年的骄傲节。所以呢，我想再一次说感谢我们所有的骄傲节的志愿者。Community. We have straight people, gays, lesbians, LGBT to come together and have a good time and show the community that it's okay to have fun, it's okay to be who we are, to embrace ourselves. 为期一周的第三届上海骄傲节已于2011年11月30日落下帷幕，包括粉红野餐、派对、电影放映、艺术展览等活动。更多信息请关注上海骄傲节的官方网站或新浪微博。